雨过天晴的853农场，处处充满了清新的味道。金秋正是东北美味黏玉米收获的季节，野生家族被天气阻断的秋收之旅终于可以开始了。这次他们又会在这美丽的农垦大地上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早上起来不听歌能行吗？人的一天中怎么能没有音乐呢？哪有音乐？我们这个电台能不能干点正经事，给我们放一下飘向北方？对，我也想听飘向北方。这样我们瞧一下，我看看这能搜不？飘向北方。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细腻的北风吹过。啥玩意儿？啥玩意儿被我唱到狼去了？什么情况？你按一下音乐。我背井离乡，肩上扛的行囊，装着对未来的梦想。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做着普通的工作，在外漂泊思乡。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别问我家乡，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也许最后期望，随便你眺望，来自火星还是来自地球？生活好像是你们一伙的里边一个哥们唱的，是不是？对。是吧？叫游长镜，是不是他叫？游长镜，游长镜，他叫。我的我，这名字也是挺嚣张的啊！这谁给起的？哎，九个人不是有个什么团吗 ？9%，9%，就他们。哦，九个人一个团。对啊，对对，解散了吗？解散了吗？这不来咱们节目了吗？不，他不是，他等于来不就单飞吗？算是。对呀、啊，就是单飞了。我们那个，我们在准备专辑。哦，哎，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火车少女的？火车少女的。火车，大哥，你是没微博不怕挨骂啊？啊，我没微博。我是不敢接这个话。为什么？到时候这期播出，全都是。我们是火车少女，我们是火车少女。韩哥好，大家好，我们是火箭少女101。哦，火箭少女，对。我们是火箭少女，王涵道歉，李曼道歉。这个是什么声音啊？他们的粉丝那么高粱的，高粱。他们的粉丝就是开玩笑，他比较容易当真。我真不是开玩笑的，我真没想起来。哥，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好吗？我真没有。韩哥是开玩笑的，韩哥绝对是开玩笑的。那个什么火箭少女不是也那个了吗？燃烧我的卡路里，燃烧我的卡路里，是他们的歌，听过吗？嗯，燃烧我的卡路里不是小 S 的歌吗？哥，好乱，好乱。哦，是他的歌啊。好了，我因为我的确不那个，不是你是无所谓对吧？反正你江湖地位在这儿，也没有人敢说你啥。不是，我们还年轻，哥。不是，他们不是不敢说我，他们说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无所谓，是吧？不是，确实没人敢说你，我们还年轻，我们就老实。他们说了你会怎么样呢？我不在。都看着他的玉米了。哎呦喂，大片的玉米地！哇哦，你发现一股那种玉米的清香啊，多漂亮！哎，这种收割，勇猛！呀，他们好高，他们比我高，他们好高，用它可以酿出包谷烧。
本节目由湖南人更爱吃的合成天下槟榔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超千万用户都在用的爱前进投资 APP 赞助播出。每周六12点，会员抢先看，加入芒果 TV 会员，寻味别样人生，独享更多精彩内容。大哥，你人呢？我迷路了，我感觉。搁哪呢？大哥，你还行吗？哎呀妈，这一会儿咋出去呢？迷路了我都。这边走不了。这边走不了。啥？被玉米梗拦住了去路。哎呀妈呀！哎呀妈呀！此闻其声，未见其人啊！好，来了。跟玉米有关的料理：玉米浓汤、炸玉米、烤玉米、玉米片、煮玉米。搁哪呢？搁前面呢，往前走。搁前面呢？啊。这个行不行？那个太小了，回去拿这个绿不？大哥，这都是你自己家的不？啊。对，我家的。哎呀，自己家的玉米地真好。大哥，家里有多少亩玉米地啊？多少晌啊？400晌啊？一晌是15亩，400晌是多少亩啊？400晌是多少亩啊？大哥，6000。6000。你看，大哥算多好。那自己家地能算得不好吗？我又看到几个绿的。哎呀，里头可绿可绿了。啊，仨绿的，来蛋蛋，韩哥啊，别走太深，我知道，容易迷路，小心呢哈。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呀，掰玉米这么好玩呢？韩哥在享受掰玉米的快乐。韩哥现在眼里只有玉米，没有了我们。对，我再掰几个吧。妈呀，上瘾了！我觉得够了，9个了已经。韩哥，掰太多也拿不了了，走走吧。我再掰几个吧。我再掰几个。韩哥够了，韩哥，韩哥太多了，韩哥。韩哥太多吃不了了。哎，走不走？我们要出去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哎呀，掰不了了，走了。哎呀，我的鞋，我天，我得刮一下，这泥太多。等，这个天气好好哦，哇，好舒服。走了，走了，倒车了。好不好玩？发现，肯定发现得了吧？所以玉米不是黄色的，煮了就黄了。这个现在就能吃，现在就能吃。你掰一颗。韩哥总喜欢给我们吃的，韩哥给的东西你也敢吃？谢谢啊！哎，不客气，大哥，谢谢大哥。野生厨房有一个准则，韩哥给的东西不要轻易吃。耶、yeah, ，好丰收的感觉，就这么顺利的结束了今天早上的食材采纳。Yeah, 走，走。哎，哎。What？ 你什么？你们怎么就走了，韩哥？是不是落了点什么？哪个导演想的破玩意儿，太破了！你们这个出场方式是不是太浮夸了？后期会做特效。
后期肯定会。走，跟我们回家吧。他们俩来了，我就放心了啊，因为这俩都会做菜。只要是湖南女孩子就会做饭。只要是湖南女孩，就会做饭。所以我们几个人今天的工作就是做俩字儿，坐着闲着。太好了，太耶耶！ Yeah, yeah, yeah. 主要上车。我们昨天做了肚包鸡。我听说了，后来变成乱炖了。东北乱炖。但是是好吃的，对不对？好吃极了。是这样吧，我们先想想待会儿到了姥姥包呢，我们中午先吃什么。中午就先我会给玉米吃简单啊，把我们煮俩玉米。对啊，就简简单单吃一下。然后太简单了吧，这个也算很丰盛的了。在一起、啊、你想吃啥？你想吃火腿肠还是方便面？哎，这白菜吧，这是白菜、哦，白菜那北银子里有很多啊，这北方白菜好好吃啊！我就每次爱吃那个酸菜什么白肉、啊，还有那个酸菜水饺，嗯、啊，好好吃。酸菜饺子，妍姐，来，这次你一道都吃不到，有玉米就别挑了。哎，你们知道小菊的组合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耶。会被骂吗？啊！你们怎么都是这样？第一反应都是这样啊？对的，对的。我刚才不小心说了一个，哎，那个火车少女，他们就说我了。火箭少女，那我知道。我有一次在节目里面说，他们不是说有个叫月华妻子吗？啊，月华妻子我知道。我天，我说为什么要请月华的妻子来呢？月华的妻子，你真的好像还上热搜了。对，我说月华的妻子一定很漂亮吧？啊，后来知道又有昆音四子、香蕉六子。哎，香蕉妻子，啊、哦，妻子，完了，这段一定会剪掉。韩哥，韩哥，我也是香蕉，他就是香蕉的妻子，是不是？哦，你就是香蕉的妻子、啊？没有，加我的话，那就那还有有长进，那就九个人。我们现在是 9%， 9%男孩，是吧？江阳现在在拍着戏吗？没有，11月初。柳岩，你呢？就做节目？在美国念书。你学什么呢？我学语言。So you speak English well, no? I'm striving to learn more English. Yeah, I'm working on it. Yeah, okay, cool. 李诞最喜欢在节目里面飙英语了。嗯。其实英语就是要讲，反正脸皮厚一点。Yeah, just talk. Don't mind if it correct. Just talk. 什么什么 ？Talk straight. OK. So speak. Yeah. 现在要吗？你不吃了？谢谢我看他都吃完了，他在那掰扯着玩呢。蛋哥，要不我分享一点给你？大可不必。谢谢，大可不必。Little orange, I got you. Thank you. 但我们应该在东北，就是讲英文有点怪怪，应该讲东北话。野生山核桃。野生山核桃。English 吗？讲东北口音。那他 talk 应该是用东北 accent 吧？东北 North East accent 啊，他人那地方口他。好厉害啊，大哥，你好，你还可以讲我们湖南英语。咋是他 talk？ 我操，又对闹了。闹了 ，I love you, sir. I love you, sir. 真的很好笑。我觉得我们走错路了，我也觉得。那要不我们停路边搜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无所谓的，哎，无所谓。那也不行哎。快乐，你快不快乐吧？我就问你。不是，快乐就完了。韩哥也累啊，一直看。没事。韩哥真的开回北京是吗？父母辈的人不会累。我们没事。对。哦，你看，真的走错路了，前面在修车。哦，真的。哦，完了。哦，真的完了。咱们已经走错了，咱们怎么办？真的走错了。没事儿。昨天我们要不要问一下那个地方？可以问一下。四连在哪儿？四连。叔叔，四连在哪边？都过了。哎，完了。过了。往哪走吧？那我们要掉头是吧？对，掉头往回返。好嘞，谢谢啊。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落，
为此浪子留的心我飘雨风风雨里追赶无几分八千影踪天空下放你与我海边谁会再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因为怕有一天会跌倒回忆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哎又给我累了辛苦了这钻到了哎呀好多花呀花好好看啊来把包拿下来然后拿玉米嗯建言啊你先到地里看看吧好看看有什么能做的是吗对对对大白菜呀还有那个什么茄子呀什么的好你先对下地逛菜市场摘点茄子吧这个辣椒很好哎啊这是啥哎呀这不挺好吗他们来了真的好有效率哦我力量大呢关键是那个姜盐特别能做一听就觉得是家里有女主人的以后找女朋友就要找一个这样的姐姐类型的可以照顾你啊给你弄吃的呀生气了，这姑娘，我还听得上。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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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姐姐有什么我要可以帮你的吗？弟弟，我可能要麻烦你一下，找一个特别硬的地方，不停的打。OK。打完了，打到成蒜泥了，给我，成蒜泥了，给我。为什么？为什么？你说谁？你在恨谁，小弟？小弟，你心里想的是谁？你告诉我，你心里想的是谁？没有了。哎，这是你的吗？那什么、啊，蒜末。哦，他要打成泥。打成什么？打成泥。打到成蒜泥了，给我。我这还得再打一遍。不是这么打的。你这么打，他怎么会成泥？来我搬这个给我给我是这你放这儿放这儿特别简单一下就成泥了放这儿啥不行泥倒不行这种程度可以吗可以太棒了这挺好玩的哈还不错蛮舒服这天气钓鱼多好啊哦鱼竿我研究一下你研究吧到外头研究吧应该不难
是台球杆吧？小菊啊，咱们研究研究这个吧，这都日文呐，看不懂啊。我也看不懂日文。那我天哪！三哥，你先研究。我这看不懂啊。你问一下他，这哥们吃鱼的。打钓鱼。你教会我钓鱼，我给你钓鱼好不好？然后你教会我钓鱼，我给你钓鱼；你教会我钓鱼，我也别到时候给你钓鱼。这一切都是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哎呀，早上大家都没吃早饭，就用露露来泡咖啡，可以清肺又养颜。蛮香的呀，很香。哎呀，好多花呀！我去摘花去了，蛮好看的。哇，这花好漂亮，这一株漂亮。好好看呀！我听这边的村民说，这个花虽然开得很漂亮，但它的根特别好吃，凉拌，叫鬼子姜，是不是姜味呢？我也没吃过，这是本地特色吧？我多拔两根给他们尝尝。哎呀妈呀，这根更细，怎么拔不上来？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拔粗的，我觉得粗的可能好吧。粗的好吧。应该是这个红色的。哇，好多，这个好多。哇，这个感觉好吃哎，完美。这个酱汤，这个好大一个。因为我们湖南，湖南其实就是有那个腌那个紫姜，把紫姜切片，然后放醋，放盐，放一点点酱油，腌的也很好吃。鬼子姜，花也不要浪费，给他们尝一尝这个味道就行。Let's go。哇哦！哇，我跟你讲，这个花它的根叫鬼子姜，是可以凉拌的。我待会儿把它切点放里头腌腌看，应该好吃。这姜好好吃啊！咱们今天有点丰盛，基本上把这个煮熟了，弄点大酱啊什么的，就能吃了。然后我们就好好谋划一下晚上。晚上，我是觉得可以吃当地人吃的东西。东北这个季节其实是吃大鹅，烧大鹅、土豆。我们就如果待会儿能想办法弄只大鹅来，我们就这个铁锅炖大鹅，然后。糊那个玉米饼，糊在那锅上，特别香。
小心啊！我来这边，大家小心啊！有钩。你想干嘛你？有钩。你走开一点。你说鱼能游我有劲吗？可以，好像可以了。来钓一个，钓一个摄像大哥试一试。太长了。啊，完了，钓，钓到桌子了，他勾住个桌子。咋这样呢？这个鱼钩，你咋这样呢？哎呀，我为什么要玩它呀？啊，太绝望了我。严姐，这鱼钩在这下面，你过来帮我拽一下。你这姜好好吃啊，是那种脆脆的又不辣。你滚了，你滚了，我都要死了。不是，你是被勾住了是吗？不是，你把这个钩，把这个线拽一下。哎，我都不知道你这图啥。你以为我知道我在干嘛吗？拽一下。好了。好怕勾到我自己。还有俩勾，真的很容易勾到手啊！我跟你讲。我的手已经不是勾不勾的事了。我去弄葡萄吃去，我饿死了。葡萄在这儿。嗯啊！妈，这太酸了。给江阳尝一口吧，太酸了。怎么了嘛？到你衣服里了，好可怕！蜜蜂到他衣服里了。啊！为什么会有蜜蜂啊？你别动！你别动！好恐怖！哎呀，好疼啊！那我带上高了。我跟你讲，好疼啊！疯了！好疼啊！就这一块，两个吗？你看他都出血了，这个针眼。好疼啊！把那蜜蜂给我打了！把那蜜蜂给我打了！哎，这喊哥，拍他！你们快拍韩哥！我的天哪，韩哥居然拿蜜蜂钓鱼，太野了！我的，韩哥勾上蜜蜂了 ，cool， 韩哥太狂了。柳岩姐，我去帮你报仇。我就比韩哥文明一些，勾了两个玉米，试试。是这个操作。我要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了。你管你的，他们是蜜蜂的吗？管了呢。看见没有，这鱼不小嘞、嗯、啊！他也不吃，他就是不吃咱。打他！耶、yeah. ！OK， 让我来拯救韩哥，还有蛋哥的钓鱼生涯。怎么可能鱼会吃蜜蜂？真的想不明白。
好像并不是那么好找啊。下雨天应该……哦，哇，哈哈，哈哈哈哈！你看过这么肥的蚯蚓吗？我要把你的兄弟姐妹都找出来。对不起了，韩哥，你要是有我个这么样一个儿子，是不是得闹心死？还行，我都能接受，嗯。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儿子别你这么闹心。哇，韩哥，你看那边的云，我的天哪，大自然太美了，多舒服呀，这才是生活嘛。你怎么来了？谁啊？猫。他知道我们在这钓鱼呗。钓鱼钓的就是时间。韩哥，啊，我觉得你会有点雀跃。我挖到了蚯蚓王，真假的？呀，这样真的很厉害的。问题是他们那个怎么还没做好呢？其实我们就是在等他们做好，等他们做好的东西之后，很过去假装很遗憾。哎呀，我们再钓一会儿嘛，咱们就假装不知道。了解。韩哥说，放弃要讲究时机。不能一上来就放弃，要等到饭熟的时候再放弃。世上最长的路是韩哥的套路。那就不用掀了。吃饭啦！啊！先让他们回来吧，反正他们也钓不到鱼，反正他们也钓不到鱼。大哥，我刚刚听到有人说，反正让他们回来，反正他们也钓不到鱼。来啦！哇哇哇！放弃了，韩哥，放弃了。走走走，放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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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到了吧？好像他们也不是很饿，没有反应啊。吃饭了，好了，吃饭了，吃饭了。啊，放弃的时机到了，来了。放弃的时机到了。对。耶、yeah ，厉害了。哎呦，太好了。哇。火。哇，这个酱，哇！哎哎，你快点吃，吃了以后干活，晚上我们吃个好的。啊！我得静静。韩哥啊，一顿不如一顿。谁说一顿不如一顿？纯素啊！还没开始呢，咱俩还钓鱼呢。好像这样可以啊，白菜包白菜，白菜包白菜，白菜包白菜吃。姐，日子是不是有点太惨了？白菜包白菜，多健康呀！我不接受，不接受。怎么就吃上了白菜包白菜了？
你说的姜盐进去给你炒肉去了。姜盐是拿着土豆和辣椒走的，他能做出什么肉来？这个拌了拌。哦，哇，白菜包土豆，你看人家手多快。哇、哦、好吃。这个做酸辣椒肉好吃，这是好吃，真好吃。张岩这个好，真正厉害的人就是说随手什么东西都能够做出好吃的东西来。张岩，张岩碗里那道菜是不是就是这道菜呀、啊对，你看，嗯，是不是一模一样？对，特别好吃，姜爷，做太好了，真香。吃吧，吃吧。别着急 ！No！交给我。嘿嘿嘿！哇！来了！嘿嘿！哎！拿点盐。把这几个蜜蜂给淹了。来来来，吃完饭吃个槟榔御寒，合成天下，湖南人更爱吃。嗯，吃少点，吃好点，御寒御寒，御到汪寒。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好好。内心很叛逆，只不过跟了两个不成才的小妹，只能装大人。好，这才是真正的野生厨房的开始。从现在开始是第一期。你看这景色多漂亮，看见没有？好漂亮啊！真的要开到画面。哇，你看这湖水，15世纪、16世纪是17世纪那时候的欧洲的那些油画就这样。你问一下这大叔家里有肉吗？或者哪能买到肉啊？这大哥，这附近哪有肉吗？大哥，这附近哪能买着肉啊？好。哦。二里路啊。谢谢。谢谢。红皮脸，东方脸，你觉得你家里有吧？没事吧？你们真的没有叛逆精神？
本节目由湖南人更爱吃的合成天下槟榔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超千万用户都在用的爱前进投资 APP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灵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北纬43度野山杏仁研磨而成的露露杏仁露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购野才购进进宰小鱼赞助播出。啊，这个是什么呀？哎呀，出去野了一下。我们以为你们逃离节目组了，想。就是心里面念着你，念着你的那点好，我们就回来了。我以为你们抓鹅去了。哪儿啊？我们准备去买点肉。肉嘞？就是有点远。有点远。哎，包叔，是不是休息呢？啊，打搅了。我们吃了一中午的植物，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动物可以吃啊？有，你到那个林子里面去捡那个鸡蛋，完了还有大鹅。鹅可以吃哈？可以。好嘞，嗯。嗯，拜拜，谢谢包叔。走吧，女孩子捡鸡蛋吧，男孩子抓鹅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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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告诉我们那个鸡蛋在哪捡的呢？我的天哪！鸡是走地鸡，蛋在树林里。鸡是走地鸡，蛋在树林里。这走地鸡的鸡蛋肯定香，小心啊。它这土鸡蛋肯定个儿特小。这就跟那个丛林寻宝似的。鸡蛋。啊！啊，鸡蛋。有啊。白花花的，哪儿啊？看，这儿。啊，这么小，土鸡蛋都小，好吃。哦，你看它是这种，像我们平时就是，它是因为这种乌骨鸡生的鸡蛋就长，特别大。你可是怎么这么多的鸡这么简单？所以还有很多。我想象中应该是一堆，到处都是鸡蛋。我觉得挺多的。哎呦，抓大鹅，哪有大鹅呀？大鹅都下水了。哎，嚯，这么大鹅。大鹅，别动，别动，你被捕了。哎，不能说，我去，飞鹅，拦着他，拦着他。起来了吗？邓哥，你忙活一整天就抓这么点鱼啊，晚饭怎么办？放心吧。你哪来那么多好吃的？有韩哥代言的爱前进投资 APP， 投资回报看得见，轻松吃得好一点。爱前进投资 APP， 投资回报看得见，资金银行存管，吃得好一点，幸福多一点。爱前进，小小幸福天天进账。他都起飞了，他都，别逼我！他在这，都在我们的掌控中。韩哥，我觉得他会下水，怎么办？我从这边包夹。
他过河了，他过河了，他过河了，他特别惬意啊，我感觉，跟他谈谈吧，谈谈人生。你就往那树兜找，哦，矮的树兜。看见了吗？那里有，这，哎，这有，但没有你刚才那个多，有四个白的，你看它都是在这种白白的，看见了，这种矮灌木藏着、一窝一窝的，太好了。要是他们几个没抓到鹅，我就吃鸡蛋。啊，又有了。哎呦，这生了一窝耶！哎，它不一样的。哎，这个应该就另一种鸡，普通的母鸡。哇，这有九个。又怎么会在这放这么多呢？就可能他们就习惯吧，有些鸡。哦。往这跑。待会儿，哎，待会儿我们可以煮俩鸡蛋看好不好吃。好呀。反正那还有水。好呀。又是满载而归的一天，就像爱前进投资 APP 一样，投资回报看得见，天天都有幸福进账。捡到了吗？啊？捡到了吗？捡到了。差不多就行了。好的。韩哥，鹅来了。你们守住门，好。哎，得把门锁好。啊。我们一定要把门守好。我们一定要把门守好。哇，小心！啊！哎呀，哎呀！哇！哇！哇哇！妈呀！啊，捉到了！哇，韩哥，好棒！哇，天哪！妈呀！哈韩哥是个霸道的男人，霸道的男人。哎，有一个。韩哥太霸道了，走钓鱼去。现在是鱼吃食儿的时候，走钓鱼去，钓鱼去。我跟江岩应该在野外能配合好。好呀，我去煮几个鸡蛋吃，太饿了。哎，有了。啊？在挑逗。可以，李斑，李斑，啊，钓到了！喵喵喵，走去看有鱼吃了。不是给喵喵吃的，是鲫鱼吗？小鲫鱼。小鲫鱼炖汤好。炖汤巨好。鲜。我来了。好棒！我来甩，我会甩。一，二，等你啊。哎，我们一共钓了四条鱼，对不对？四条小鱼就够做汤了。我来把鹅处理一下。这就是传说中的姑娘。小菊，哟，教你一个任务。好，拔鹅毛，拔鹅毛。啊，韩哥，我不太敢。啊，我不太敢拔它。不敢拔鹅毛啊？对。为什么？害羞。
是他背上的。他背上的是吗？对，我来看看。对，这样拔拔得干净吗？可以，把手套摘掉就行。行。我还是戴着手套吧。对不起，对不起，今天第一次见面就这么对待你，我也不是有意的。没事，我就帮当你按摩吧。但说实话，你的皮肤挺好的，没长青春痘什么的，当做个皮肤管理好不好？那我后面吧，我后面吧，我再来一点啊。能行吗？嗯，可以。先少倒，我得先这样，拿筷子散开。碰一下。稍微缓一缓，可以揉了。好了，再醒一会儿。啊，毛巾。我要做鱼了。我好怕这鱼跳起来。它还在跳。跳就跳吧。这是我们昨天采的蘑菇。对，OK， 多放点水其实可以，但其实有一大壶哦，我刚刚放的，够喝吗？我们这么多人，够喝够喝，待会儿还有蜜蜂啊，还有飞蛾都得来喝的，人挺多的其实，嗯，挺多朋友的，对，比想象中要多一点。他没跟我们在一起生活过。哎呀，这我得多点点油了。能偷多少现在？真不错，嗯，我要在这里帮你相亲。你爸妈会催你吗？我爸妈其实前两年催，现在就不怎么催了。也知道没什么结果。你肯定是家里的那些其他的兄弟姊妹啊。该接的也都接了，然后有孩子什么的。爸妈跳广场舞其实都是带孙子去的。钱锋的妈妈就是这样的。搞得我跳广场舞都不好意思去的。我天，姜岩实力圈粉，你绝对会变成继峰哥之后最想娶的人。峰哥是最想嫁的人嘛？干脆把你跟峰哥撮合撮合，成为我的弟媳嘛，那就幸福了。我跟你说。弟弟，帮你削一下土豆呗。哦哟，一定要小心手。好。嗯。Don't say goodbye forever, my love. Don't say goodbye. We'll never know you are.And it's always 尝个白菜。白菜在炖的嘛，不可能那么快。我知道，但是我先尝尝个外面。嗯嗯嗯，哇，这个鱼还是完整的。这是韩哥亲手钓的鱼。好鲜呐 ！Let me see。哎，格子可以了。
且挺香的，应该。哇哦！好好吃啊，这鱼肉。哪个？这个。这个。好喝的。好，舒服了，谢谢。这姜盐是真是厉害，它带棍儿出来。嗯，你这姑娘真的是，走哪带根棍儿。平时还擀筋是吧？疏通经络。对自己还疏通经络。带个擀面杖吧，包子、饺子、馄饨、锅贴的，这些都能用。包子、饺子、馄饨、锅贴，你还能来四期？哎呀，电视机前的未婚男性啊！赶紧的呀，七天早餐不带重样的呀。不过像你这样的一定要找一个特别爱吃的才行。嗯，就是是吧，怎么会有人不爱吃嘞？哎，我跟你说，有些人你做好了他也无所谓。李诞就这种，真的，因为他对吃也无所谓，就吃好点也行，吃差点也行，他就不像有些人，我天，一天到晚一说到吃，眼睛放光，前锋就是这种。你稍微跟他做点好吃的，哎呦，因为你做好了以后没人吃，没人跟你，是吧？那你心里面挺失落的。哇！我都不敢相信今天，今天这么丰盛。连节目组都现在有点不敢相信。我跟你讲，他腰肯定累，他攻的比我更吃亏，我们是蹲在那儿，他整个90度。你当然不累了，啊！你又没有抓鹅。哎，这炕真热，我去，来，怎么样？哇哦，特别爽，对不对？第一次感受到这么温暖，超级爽。今天有种过年的感觉，因为有炕，只要坐在炕上就觉得是，然后有人擀面，好像要包饺，特别香，真的。他是会做饭啊，他这个做饭。不是现学的来蒙我们。你看这手，你看看，追你追到，你看，先往回退一下。哎，这种手法讲究一种，这种手法我只在我妈的手上见过。你看第三个小那么多，是吧？就是因为笑的有点开心了。他刚才准备跟我们变个魔术，被我们打扰了。你看那四个球，哎，这个手几个球？走，走。笑死我了。差不多应该可以护了吧，你试试看能不能护上去呢。好，手法啊，佩服，还跳个舞吧，那种，而且还会拉断，把我的脸一呼，有时候跳嗨了就拉断，
你觉得秦风哥如果今天看到这一幕，他会怎么样？我要拍给他。秦风肯定会向佳妍求婚的。我现在就让他回来看一看。你说你只拍菜，你还得拍到我们家妍妍。对。秦风，赶快回来。峰哥，你看我们今天的菜。同样的锅，但是换个人，换个人，看看我们今天的菜怎么样？所有的汤都倒在里面，根本不用，就全倒。有灰呀、啊！没事，真没事，你相信我，都倒，就一个丢进去吧。来，哎呦！换个人看看我们今天的菜怎么样？气不气？峰哥气不气呀、啊？现在就发给他。峰哥，赶快回来。收收这儿，有饼他就好收这儿了。峰哥如果娶了江妍的话，得多幸福！江妍又那么能做菜，夫妻店啊，绝对啊！峰哥又爱吃又爱开店，而且也能演戏。嗯，他本来就是演员嘛。对，上戏进过修。我怎么记得他是科班？到上戏进去装过修啊。好的。大鹅闻的香哎，香，看一看啊、嗯，可以吃嘞，都熟了吗？熟了。这条，哎，对，你尝尝。哇！哇，那土豆太好吃了，还入味了哈。入了，来吧。面条太好吃了，来吧，吃起来吧。武汉水也好，我没所谓，土豆也好吃。嗯嗯，哇，这饼好好吃。这个面是玉米和面一起，特别甜。嗯，江妍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我们会要求上你家过年的。哎，韩哥，是不是我们以前说腿是给最小的孩子的，是吧？翅膀是给姑娘的，会梳头。姑娘有这种说法？有这种说法。你最小，你就吃那个腿。哦天哪！哎呦我天！佳妍 ，MVP。佳妍，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刚大家都安静的不说话，这就是好吃的最高境界。佩服，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绝对可以跟我们那个控饭啊，媲美。这个呢，在家里反倒做不出这个味道，还有柴火，有铁锅。哇，太好吃了！来，朋友们，吃个这么好吃的鹅肉，快！湖南人更爱吃的合成天下，哎，对，消消食，吃少点，吃好点，来，搞一个，朋友们，出来聊会天吧，好呀，你就一个一个拿吧，何必呢？太懒。我经常因为懒而做很多很累的事情。坐，会做饭的坐一起。哎呦，今天这个月亮太圆了。对。中秋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日。嗯。我们昨就是在这儿过的。来 ，Come on， 喝吧。您是不喝对吧？不喝不喝。谢谢。
来，我们先敬江岩，感谢给我们这么美味的鱼，大家都辛苦。你这是真吃香了呀！是是，袁姐，赐我大鹅。哎，我们正在商量把你强势气的留下来。跟经纪人说接了一个厨师的活。你最想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做饭？威尼斯。威尼斯，澳门那个酒店对不对？能行能行，那厨房挺好的。李诞如果让你选择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做饭，去非洲吧，或者吃饭，只要有你的地方都可以，都可以。好，那你接下来机会很多。小菊，你呢？想在阿尔卑斯山旁边吃饭。你别瞎说行不行？那有啥吃？明天百年人把我们弄到那个地方，大雪山，让我们挖雪，在里面刨灶生火。你不要乱吃。我喜欢在那个三里屯。年轻啊，还是年轻。其实，在哪吃饭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吃饭。对，这是最重要的。昨天我们就不开心，因为前工在。昨天还不开心，他哥笑到肯定蛮开心的。昨天我真是笑到我做梦都笑醒。昨天失败了，但是很快乐。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吧？所以你看，今天你知道成功之母叫什么名字了吧？叫江岩。没错，江失败，江成功，前失败，前失败，江成功。嗯，这堆火下面其实还有一个土宝鸡。昨天埋了俩，我拒绝。我这辈子都不吃那个东西了。昨天主要是那个鸡稍微柴了点，味道也柴了点。不要聊什么配菜的事情。配菜不是好吃吗？哪有配菜？我们不聊配菜，聊配偶吧。聊配偶。聊配偶最不怕了。我没有。他也没有，你们俩。这问题是你俩想找什么样的呢？就是生活上，能性格挺合拍的。江岩不一定没标准吧？我听那意思是有标准的。对啊，性格合拍，这还不是标准？不喜欢那种阴郁的，那种特别让人压抑的，就是空气会凝固的那种。我已经过选了。我这么压抑的人，你把眼睛睁开，再说一遍。我太压抑了，我每天都不敢说话。今天是谁说的？李诞的长相，哎呦，是柳岩说的，就像被蜜蜂咬了的狗。对，我天，你今天说完就走了，你说完就走了，我跟韩哥在那反应了半天，我说韩哥他是不是骂我？然后韩哥说好像是，说眼睛小的哟，肿的哟。我跟你讲，你回去报带，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你说了，说了，你说了，你真的说了，我绝对没有那么说。你想象网上那些狗背不是被风蛰了，都是肿的眼睛都看不见，就李诞这种，就眼睛都看不见肿的那样。李诞就是被蜂王扎过的狗是吧？你的意思？我也看过那个被蜜蜂叮的狗，确实有点像，眼睛特别肿，对吧？确实有点像。啊！笑死了。李诞，你是怎么追你女朋友的呀？你就是帅，就没别的。是吧？他是看上你的颜值，除了帅一无是处，除了帅一无是处，就喜欢这种被蜜蜂咬过的，还真是，嗯，昆虫学家吗？心动的感觉，真的太烫，没这么烫过，我初吻都没这么烫过。你这喝多了，那个图片确实挺像的。找男孩子，第一他要是个人才，能够让你心生敬佩。女生一定要崇拜这个男孩子才 OK 的，女性的爱是基于崇拜的，我觉得。嗯。第一是个人才，第二呢，要有点钱财。这个很现实嘛，能够让你的生活相对而言比较踏实一点，让你的父母生活也能过得踏实一点。这样你过得多幸福啊！我是站在女方的立场上。柳儿，你学语言要学多久啊？看我速度快不快，因为我如果通过他们语言学校测试，我可以直接申请专业的。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做目前，
你可以，目前可以。目前看来啊，目前可以，目前可以，因为我不像以前，就是以前生活就是工作，觉得工作才有意义。但现在我就觉得我人生进入那种中年迷茫期了。你还不算，你这还没有孩子，你根本就不算什么。而且我也不知道婚姻的目的，伴侣。有的人他就需要这个，有的人不需要这个。我觉得人人都需要。也不一定，有的人就不需要，爹妈催的呀，或者是什么要结婚要生子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爹妈好像真的还没那么保守的去催。那他爹妈不就前两年催他吗？催是催，但是不会是那往死里催，老是暗示吧。嗯嗯，就是暗示，暗示是正常的，没到那种你不结婚就别回来见我那种地步。我前女经纪人就是，30岁之前，他爸后来过年气的心脏病都发了，然后他就哭着噙着眼泪，第二年嫁了。我甚至觉得我不要孩子的话，我都想领养孩子。我觉得，我觉得反而是可以，我觉得小菊就已经可以了。领养这个孩子是吗？小菊就可以，不用再生了。妈妈，我妈妈在家。带走。不是小菊，你跟我们聊天是不是有代沟啊？不会啊，不会啊。就像跟妈妈在聊天一样。听得挺开心的，其实。小菊以后打算演戏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哎，感觉好像现在的工作都是公司安排的，对不对？哦，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刚出道，然后行程都特别满。行程满，有工作做，反而会有满足感。我觉得会忙久了以后就会觉得，哎，久了会累哈。哦，就会觉得，哎，我干嘛呢？我干嘛？啊，迷茫了，你看迷茫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干嘛？我是谁？我在哪？韩哥，酒喝完了。酒喝完，再斟满。再斟满吧，回去斟吧。今夜干杯，来干杯。不还你还有吗？干杯。Nice to meet you guys. 干杯。Love you so much. 跟你没干。哇，好轻松啊，这样，也不用拼酒的时光。不用，不用。嗯。对，我们一起来拜月。古代有拜月的仪式。女生来了以后，男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大家会没那么糙了。你发现李诞做事情都积极一些。柳岩是湖南人，湖南人的性格在他身上淋漓尽致的体现。你想象网上那些狗背不是被风遮了，都是肿的眼睛都看不见，就李诞这种。香妍简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做菜做的那么好吃，他简直就是解放了我。香妍姐加入特别好，然后我觉得能明显的感觉到韩哥松了一口气，终于有一个能打的了，就是他身边终于有一个帮手。今天的韩哥跟以往的韩哥是不一样的。好，现在我们要干嘛？大鹅也反正已经剁好了，白菜一出锅就炖上大鹅。有了妍姐以后，我仿佛看到了韩哥深深的欣慰的笑容。李诞和韩哥，就是我太喜欢听他们说话了。我本身就是一个笑点特别低的人，他们又是那么有趣的人，所以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他是我们所有人的菜，而且性格又很好，太好了，让他留下吧，让他一直都在，这多好啊，是吧？我这个，我希望佳妍姐还是能留下来。可以在这里许个心愿，嗯。对月亮许心愿。韩哥，嗨，哦，要打车吗？妍妍。可以上车吗？母亲，这大海全是食材，你打算晚上给我们做点啥？哦，这个就是鱼排。哎，船也是这样加油的吗？螃蟹为什么要往这里钻呢？
去拿过来鱼。螃蟹黄了。这是鱼的血还是你的血？我的血。放弃了。还是不要放弃。多磨、啊。对，好事多磨。哇，怎么这么好看？登录新浪微博，前往野生厨房话题页参与互动讨论。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支持：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号。感谢国民美食社区下厨房 APP、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界面、特别合作平台、QQ 兴趣部落、讯飞输入法、闪萌、网易娱乐、网易薄荷直播、青家网络媒体支持：凤凰娱乐、凤凰新闻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北京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网、国际在线、中国青年网、千楼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南方网、三联娱乐、猫扑娱乐、大香网、红网、大众网、中国综艺网。知道了。一般像中秋前后，我喝了酒，我会显形的。就黑点，你看我黑点。我喝了以后，你们会看出我的真实面目。想看，想看。其实我是一只吊睛白额猛虎。